第九题，关于镁原子 Mg 变成镁离子 Mg2 正的系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上课教过，我们的原子会变成离子，都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。我们得到电子的会变成负离子，失去电子的会变成正离子。我们是 Mg2 正，是正离子，所以表示失去电子；带二正，所以表示失去了两个电子。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镁原子失去两个电子变成镁离子。